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文杰新时代频道，我系刘文杰。今集想同大家主要讲两样嘢嘅，两样嘢都系关于美国嗰边嘅，仲要关于太空嗰边嘅添。美国嘅太空站执行任务紧嘅太空人咧，就翻紧嚟即系地球啦。咁不过咧，嗰个嘅 SpaceX 里面嗰个太空船啦，嗰个嘅马桶厕所咧系未修理好啊。咁所以咧，咁啊導致到啲乜嘢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啲太空人要著住啲屎片尿片咁樣咧，就翻嚟太空嗰度啊！咁啊，好似好慘咁，好似好凄慘咁喎！咁啊，到底成件事係點啊？同我哋中國嘅太空人好似係即係形成一個非常之強烈嘅對比啊！陣間就會同大家去講一講啦。第二樣嘢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啊，美國嘅 CIA 佢哋承認咗佢哋係利用一個嘅靈媒去穿梭時空，發現到一啲好犀利嘅嘢，嚇死人！係火星，大約喺公元前100萬年之前咧，係有火星人存在啊！邊個知啊？靈媒知咯。咁成件事係點啊？美國 CIA 做咩用啲咁先進嘅方法啊？呢一件事會唔會俾啲宗教狂熱射到爆炸咧？嗱，陣間就會同大家去講講啦。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啊！記得撳埋個鈴鐺掣，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首先咧，想同大家講講啊，而家咧正在喺國際太空站嗱，國際太空站咧就係以美國為主去做嘅一個太空站出嚟嘅。咁啊，佢執行緊任務嘅太空人咧，就而家準備緊翻嚟地球啦。咁啊，但係啦，佢哋坐嘅太空船 SpaceX 咧，嗰个嘅叫做 Dragon 嘅马桶啊，系仲未修理好啊，咁点算啊？咁令到啲太空人咧系必须要咧揽住啲尿片，就即系喺条尿片嗰度就大小二便咁样咧，就翻嚟咧，即系地球嗰度啦，喺地球先至可以重新再去马桶嗰度啊？点解咁惨噶？嗱，我哋嘅中国太空人咧，咁啊早两日咧就已经宣布自己即系成功，已经系出咗去太空舱出面啦。我哋中国太空站嗰度去咗出去太空舱出面咧，就系做一啲嘅任务啦。咁啊，我哋嘅太空人基本上在太空站里面呢，即是中国太空人啊，在中国的太空站上面呢的任务呢，基本上呢是非常之顺利顺畅，有没有说要揽尿片啊，有没有说又要揽这样揽那样，没有啊。咁啊，即使呢女性的生理期呢亦都是照顾得非常之好啊，同而家美国那个的太空站工作的人员呢形成一个非常之强烈的对比啦。美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太空船成龍號呢就叫做 Crew Dragon 啦，咁嗰個嘅馬桶就故障啊，咁啊所以咧就冇辦法去完整咁樣去處理一啲嘅排泄物，令到咧即係而家喺太空站裏面嗰個咧即係馬桶側邊咧已經係滲尿啊，見到佢有啲尿咧滲出嚟啊！咁啊喺太空裏面咧造成一個嘅叫做尿屎尿齊飛嘅狀況啊！哇，好大鑊啊！即係大家知唔知道會點樣齊飛法咧？因為太空係無重力狀態噶嘛，咁嗰啲屎同嗰啲尿咧係會突然之間升起 ，feel 咁樣嘅，即係啲太空人都唔知係由佢撞埋嚟好啊！定係即係放棄佢好啊？定係捉翻佢落去個馬桶嗰度好啦？咁啊，令到佢哋咧即係拗爆頭啦！咁啊，原本就應該喺美國時間尋日翻地球嘅嗰個嘅叫做飛龍奮進號啊，都係出咗個問題啊！所以咧就係、都係有問題啦。咁啊，又係啲馬桶嘅問題咯，好大問題啊！馬桶嗰啲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大家俾個想像空間，你見到個馬桶爆開啲屎啊、尿啊等等咧，仲要啲屎、啲屎同啲尿咧，係會周圍咁樣飛去撞落你嗰度喎。咁你個感覺會係點？你會繼續揸住個太空船啦，定捉咗啲屎屎尿尿先咧？你真係拗爆頭啊！一個問題啊！咁啊，由於嗰個嘅太空船咧尚未回來啊，即係嗰個咩飛龍奮進號仲未回嚟啊！仲未翻嚟呢個地球啊，所以咧上面嘅4名美國嘅太空人員咧就
將會喺最近嘅最後嘅20小時嘅旅程裏面咧，全部都係要著曬啲尿片、屎片，咁就即係著完之後你屙咗嘅，咁你就要去換呢個嘅尿片、屎片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喺翻嚟地球嘅期間去屙嘅話咧，因為佢係即係坐喺嗰個嘅椅上面啊，安全帶又剩咧，佢係換唔到嗰啲嘅片嘅。所以如果佢係翻緊嚟嘅途中屙咗嘅話咧，唔好意思，噏住啦，你要得唔得？咁啊，英國嘅媒體一啲嘅報道咧就話咧，4名駐扎喺國際太空站裏面太空人啊，應該乘搭太空船嘅廁所咧。出現了問題，所以美國的 NASA 表示他們將會降落在佛羅里達的海岸附近，並且就是婉轉地宣布他們要穿著尿片就要返航，要一個太空人這樣穿尿片返航是一個挺羞恥的事來的，所以他們要很婉轉地宣布，不可以直接地承認。報道指出咧，9月份嘅時候咧，啲馬桶已經係出咗問題噶啦，啲尿液咧直接滲出咗去喺呢個地板上面啊，導致到太空人不得不揭起個地板去處理呢個問題啊。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咧就表示咧，冇辦法設計馬桶嘅修復方案啊，咁啊，但係因為咧即係唔影響呢一個嘅飛行安全咧，咁所以咧個馬桶壞咗就由佢啦，那個太空船啊繼續喺嗰度跟工作，咁啊，所以太空船都仲可以係安全咁飛行嘅。不過咧，佢哋就要由9月份開始咧，就有機會咧要攬住條尿片到現時為止啦。咩啊？9月份嘅你而家先爆11月嘅咯，即係攬尿片要攬2個月啦。咁佢哋啲尿片嘅存貨好多咩？如果唔多嘅話，可能係一日先換一次，咁佢哋真係，哎呦，慘慘豬咯！其中佢哋嘅女性太空人啊，梅根麥克亞瑟咧就話啦，太空嗰度咧就係飛行咧充滿咗好多嘅小挑戰啦。佢話呢啲咧就係佢哋將會任務上面遇到嘅嘢，必須要處理嘅一個問題，所以佢哋咧就叫做唔太擔心咁話啦。咁啊，即係。我唔知點算好啦，咁啊連登仔咧就話啦，哎又要俾人哋笑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唔知佢點算好啦，咁啊由佢啦，咁啊佢哋都翻嚟地球嘅話就即係可以用翻廁所嘅，我諗佢哋都會好開心嘅，係嘛？咁啊再講講第二樣嘢有關太空嘅嘢啦，就係美國嘅 CIA 佢哋承認咧，佢哋咧曾經係利用靈媒去穿梭時空。跟住咧，仲要係喺即係穿梭時空去穿梭上去太空上面添，就話火星咧，大約喺公元前100萬年咧係有火星人存在啊！有乜嘢人係可以咁樣去穿梭100萬年前嘅時空，仲要上埋太空咧？那個應該係作家嚟㗎啦。咁啊，英國嘅媒體喺11月4日嘅時候咧就話啦，美國嘅中央情報局。CIA 曾經就要求一啲嘅靈媒啊去觀察火星啊，而呢個嘅靈媒就發現啊，公元前100萬年咧左右咧就嗰度咧就係有一個嘅火星人、外星人嘅存在啊。咁啊，英國嘅太陽報喺4日嘅時候就話啦，中情局承認咧呢一項嘅叫做項目咧就花費咗2000萬啊。跟住咧就係喺1984年5月22日就同一個。聲稱擁有超自然能力的靈媒合作進行了火星的探索實驗，拿2000萬去給人家一個的叫做靈媒去說話，你哎呀可惜我那時候未出世啦，你給我好過啦，你找一個作家啫，你找一個作家然後就是作你想要的事，跟住呢就即係講你想要的說話，跟住就覺得哇好肯定啦，好犀利啦咁樣啫嘛。你早講啊，你等我撞啊嘛，大佬。咁嘅生意你唔俾我做，唉真係慘啊真係。美國呢就係、是、認為嗰個蘇聯啊而家係大力緊，即係大力咁樣研究呢啲嘅工作啦，投資啲研究工作啦咁樣。為咗呢就係、是、叫做讀懂敵人嘅想法呢，咁所以咧喺馬里蘭州嘅米德堡嗰邊咧，就有一支秘密軍方嘅部門咧，就係整咗一個叫做超感官嘅知覺調查工作啦，咁樣咁即係講緊啲超能力嘅嘢啦。
咁啊，報道咧就引述呢個 CIA 嘅文件就指咧，就呢位匿名嘅靈媒就話啦，公元前100萬年啊，火星可以睇到巨型嘅金字塔、方尖碑、道路網絡同埋一啲嘅避難所，避難所有唔同嘅房間，基本上咧就係、是、我哋點講？地球係冇呢啲嘢嘅咁樣。火星人咧喺裏面咧就叫做沉睡著啊，去躲避兇猛嘅風暴。佢形容咧呢壇嘢咧就好似係即係冬眠啊，或者打仗咁樣樣啊。當中咧一啲嘅情報人員詢問嘅時候咧就話啦，邊一啲人咧喺風暴裏面冬眠啊咁樣。咁靈媒就聲稱咧，佢認出係一個外星嘅種族啊。他們是非常之高大，但是又非常之纖瘦的，是一些古代的叫做外星族裔來的。他們現在就正在死去了，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這樣，就是說這些外星人已經是叫做掛了柴了這樣。但是掛了柴都正常的，你找個靈媒，你沒理由去看一些即是現今存在的東西嘛。你找到靈媒去看的話，一定是看一些即係已經掛咗柴嘅嘢㗎啦嘛，係嘛？我唔知道即係當時 CIA 嗰啲會唔會係失望咧咁樣，咁啊又話有金字塔，又話有成咁，但係其實而家上到火星啦，係咪？火星嗱係咪真係有金字塔咧？咁而家證實到基本上好似冇金字塔喎，我哋嗰啲機械人即係望過曬啦。好像沒有這些金字塔，美國那邊機械人好像說看過了，好像真的沒有這些金字塔，那些望遠鏡又看得到，好像沒有這些金字塔。那在1984年的這個所謂用了當時2000萬美元的實驗，究竟是付諸流水啊，還是有人是即是想跟這些人合作，然後中飽私囊去落袋呢？這樣84年的2000萬美元，那就是等於現在整20億、20億至到200億嘅美元都唔少錢嘅喎，你俾我好過啦，俾我好過啦，唔係講笑。OK，CIA 咧喺10月份嘅時候咧，即係上個月咧，就喺網站咧就發布咗相關嘅問答題嘅內容啊。咁啊，承認咧加州斯丹福研究學院 SRI 咧，早喺1972年已經展開咗呢一個嘅計劃噶啦。呢個嘅計劃咧，佢哋起初嘅名咧就叫做星際之門啊，好似好肯定咁，真係犀利啊！星際之門啊，跟住咧中央情報局咧就喺1977年咧將呢一個計劃交咗俾國防情報局 DIA， 由 CIA 轉咗去 DIA 嗰度，代號亦都改埋啦。咁啊，改完之後咧，佢哋繼續喺度研究嘅，研究繼續嘅。咁啊，國防部嘅叫做情報局咧 ，DIA 咧，就喺1990年嘅時候咧，就係、是、中期啊，將呢一個計劃咧就交翻俾呢個 CIA 啦。咁啊，相信咧就係、是、越研究咧就覺得越無稽。咁啊，加上咧啲太空即係個太空嘅鏡咧，就係越望咧就係叫做越清晰越望越遠啦。咁啊，一望上去發現，喂大佬，呢、這個咁嘅靈媒好似係即係食濕米嘅喎，流料嘅喎，咁樣啦，都我哋都研究咗成20幾30年啦，係嘛？咁就俾翻你啦，我哋 DIA 唔做啦，俾翻你 CIA 啦，咁樣個 CIA 就喺度話：喂，大佬，我明明係想將呢個鍋就俾 DIA 噶嘛，你 DIA 做咩將呢個鍋俾翻我 CIA 咧？大佬，我都知懶嘢嘅啦，喂，大佬又擺明有人係掠錢嘅啫，咁點算咧？咁樣。後期咧 ，CIA 當局咧就係將呢個計劃咧就係終止咗啦。咁啊，唔終止都唔得啦。呢壇嘢擺到明係流到爆炸噶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呢個計劃咧就去到啊而家2021年嘅時候，喺90年代終止，但係2021年咧先至爆翻呢一壇嘢出嚟啦。咁點解隔咁耐先至爆翻呢壇嘢出嚟咧？咁因為咧，如果當時爆嘅話咧，如果當時的官員被美國的人民質疑的話呢，或者被美國的叫做子民質疑的話呢，那當時那個官員呢很大機會呢是要落台的，或者要承擔很大的責任。但是在即幾十年之後現時才是叫做爆出來的話，有些什麼好處呢？那個官員都不知道存不存在啦。
個官員都唔知係即係輪迴咗未啦，阿靈媒同阿靈媒唔知點樣相促相妻定點樣噶啦，係咪？咁所以咧咁多年之後先爆嘅話咧，就可以避免到咧呢啲嘅叫做點講啊？政治醜聞喺度存在嘅爆發，即係喺當時存在嘅爆發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做嘅嘢係叫做有佢哋自己嘅道理嘅，好冇？好啦，咁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喺影片完結之前咧，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贊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鐘鐘掣，揀個全部啊，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多謝大家，拜拜。